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明健。今天指数虽然只有小涨八点，但是这一路以来，其实最近我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有一个新的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好友的一个，就是官方的一个好友。好，那这个大概是在一个月前，大概是一个月前推出来的。好，那陆陆续续有很多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好友的一个行列。好，那当然你加入了好友，我就不能让你失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加赖好友一开始我们送大家一档股票。好，一个月前我送大家一档很稳定的股票，第一支。好，你刚加入我们赖好友的时候，我送你这一支。好，创意涨上去了，精彩涨上去，我跟大家讲，我送大家这一支。好，小股本的 IC 设计。好，当然我知道它不容易涨停板。好，但是它每一天让你买都会赚钱。不过就在今天，它今天涨停板锁死。它今天涨停板锁死。那我们跟你分享的第二支，大中今天第五支涨停板。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个，我要当富豪，今天收在最高点，差一毛涨停板。虽然今天指数是小涨八点，但是我们认为，重要的是方法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，重要的是方法，方法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方法。追踪特殊筹码，它可以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论。就像先前。我跟大家讲说，来加入赖好友。我说加入赖好友会送什么？会送我这一支嘛，对不对？加入赖好友，明日立即拥有一档叫小股本的 IC 设计，它的大股东是台积电，再加上具正港实力的投资公司。哇，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大股东是台积电，根据正港实力投资公司。都已经这样讲了，多少要买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不买就对不起自己了。台积电加政党实力的投资公司，我在 LINE 上面跟大家做分享，对不对？在 LINE 上面跟大家分享，你会分享到什么？这一支，RF 元件全球前三大，营收逐季创新高，营收逐季创新高，这一档叫4968的利基，请看，今天利基涨停板，锁2000张，重点。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天，来仔细看哦，这个就是一种艺术，你知道吗？来，2月24号在这里，我跟大家分享利基的那一天，它收盘66.7，它是黑 K 棒，它是黑 K 棒，它是黑 K 棒。2月24号，我跟你分享利基，你是赖好友，我跟你说什么？我可以写这么多。做股票不是做股票，会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多。包含他的大股东，包含他现在的一个产品，包含他的营收逐季创新高，包含什么？包含他的一个所谓的，来，你看这，包含什么？包含他的总股东人数是近期最低，特殊筹码增加，对不对？今天不客气涨停板，那重点不是他涨停板，重点不是这一只股票涨停板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当你知道一档股票，它突然间涨停板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它要开始飙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重点不是它涨停板，重点是你知道它涨停了之后，就是它要开始起飙了。而在起飙前，你有没有做好完全的动作？在起飙前，你的 LINE 里面怎么跟大家讲？对，我节目上怎么跟大家讲？节目上我跟大家讲啊，来加入 LINE 的好友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并不多。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并不多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失望，对不对？第一支跟你分享了4968的利基，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2月24号在这里，跟你讲得很清楚。接着来，我说它的一个国外同业涨70%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涨3%，接着小涨，它不会涨停板了。利基它不会涨停板，但今天涨停板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在2月24号就知道吗？2月24号今天涨停板了，真的可以吗？来简单回顾一下2月24号当时的股息啊，这些都是我先前跟大家讲过了，我先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说相关的一个台积电相关的部分，那我们不讲这个，我们讲这个，这里还有一家，我还有一家。
好，同样是台积电双转投资的，精彩在起涨前，你看到特殊筹码在低档进场，中股东人数减少；创意在起涨之前，特殊筹码一直在布局，中股东人数减少。那同样是台积电转投资的，还有一家，这一家公司，它现在好，就像精彩起涨前呢，就像精彩起涨前，它是没有涨的。我不是跟你讲一档涨停板哦，哎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不是跟你讲一档涨停板的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这一家公司。它为什么我认为它会涨？因为它相关的一个股票，对不对？跟它国际上面大厂半年涨七成，半年涨七成，特殊筹码在低档做一个增加。那这个股票其实你很好买。好，我希望什么？我希望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它是什么？它是你可以先去看我们的一个操作逻辑，你再去看那个结果。来，今天立即涨停板说两千张，好，涨停板说两千张。其实人家说，人生哦就是一个容器，好，你装下的快乐多了，那自然你的烦恼就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容器里面你装了很多，装了满满的都是快乐，那当然自然我们烦恼就少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快乐如何减少烦恼？很简单，好，就是快乐多一点，哦，自然烦恼就会少一点。那如何让快乐多一点？我们要做好准备嘛。这2月24号，2月24号节目上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好 ，RF 元件全球前三大，它虽然股本很小，但是它却是全球前三大的 RF 元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2月24号，我们跟所有的赖好友，我们跟赖好友做分享，不止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到3月21号，这已经到3月21号，到3月21号我还在跟你分享，这3月21号，礼拜二，对不对？我还在跟大家分享哦。涨上来的时候，我还在跟你讲他的一个所有特殊筹码还在加码，这到3月21还在跟大家讲哦。那今天呢？今天你看到很简单，今天小奇基立即涨停板，今天大中第五只涨停板。来，我跟大家讲的很简单，来我们看这里，好，我们2月24号跟大家分享的小奇基，好，一路垫高，今天强攻涨停板。3月12号跟大家分享的大中，今天第五只涨停板。我们分享股票真的不多啊，好，但是档档强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持股再精不再多啊，帮自己按个赞，分享正面能量。哦，你多多按赞，我会找标股让大家一起赚。人生就是一个容器，装下的快乐多了，烦恼自然就少了。啊，怎么让你自己没有烦恼？很简单，你看筹码嘛，你看筹码嘛，对不对？精彩狂飙一。创意狂飙，同样大股东的叫什么？利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老师啊，台积电有利基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要跟你讲啊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我要跟你说啊。对，他用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啊，是不是？没有错啊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有些时候你知道，哎，我跟他说，今天哦，我们今天帮不，我今天帮大家准备一个这个，好。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，好，五星级的服务，五星级的抢购，哦，今天你打电话来的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电话，哦，但是我只知道你打电话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，真的哦，今天五星级的服务，五星级的抢购，我平常不会限名额，但是会限名额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绝对会让你吓一跳，因为我们准备了。要狂飙的股票，而且你都不用担心的股票，你仔细看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这个，我说我们好、哦、一直在追踪筹码，没有人，我跟你讲了，这叫6435，这下半段再放一下给你看了，我大众在这一天跟你讲了，就刚好，今天是涨停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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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涨停板了，现在我可以涨停板了，4968是在2月24号跟你分享，不会有人跟你分享黑 K 的股票接涨停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追踪筹码。你追踪筹码很简单，第一个我会简讯通知你，第二个你有我们的手机，我们手机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所讲的保证就是每一个用户你所看到都一模一样，不会变，真的不会变，真的啦。来，给你看，昨天3月22号，昨天3月22号一早9点请你买什么？3月22号一早9点请你买 TPK， 再讲的是每一个用户都一样。昨天9点请你买 TPK， 好，仔细看，来，给你看，为什么买 TPK？ 因为 TPK 特殊筹码增加，
来，昨天请你买952953，952953，对不对？好，买952953。哦，收盘收多少？953。哦，所以你昨天一定买到，我9点就通知你了，对不对？只买一只哦。哦，昨天请只买一只。哦，啊，今天呢？今天 TPK 涨停。真的啦，真的就真的，我所说的就是每一个用户来，3月21号，请你买这个，真的啦，3月21号请你买互动，46.3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买完没有马上上去哦，还下来哦，463嘛，买完还掉到45块，收47块，为什么要买？因为偷筹码再买进，昨天互动差一点涨停，买完。压回来收盘收这里，接着差点涨停，接着今天再创新高，2天赚14%，你要背了，盖几缸个盖几缸，你给它买下去放一天再放一天，哦就赚14%。今天一样，今天就昨天，好、哦、昨天请你买 TPK 对不对？昨天去买 TPK， 好、哦、昨天收盘 TPK 952953对不对？还是不涨停吧？是吧？怎么做到的？手机会帮你追踪特殊筹码，不止手机会帮你追踪筹码，我也会帮你追踪筹码。追踪筹码是昨天哦，来自己看哦。我今天没时间放不下给你看。昨天我是不是告诉你说买一档叫6XXX AMOLED？ 为什么买？因为特殊筹码在低档加码，总股东人数在大减。如果没有把握，谁敢下大注？昨天3月22号，昨天是下跌 AMOLED， 今天拍谁？涨7%，哎，我所说的是我们动作，哦，因为我们就做几个动作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些动作而已，那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可能？今天指数才涨8点呢，哦，今天指数才涨8点呢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利基涨停板，利基我跟大家讲很久了，4968，哦，这个突然间涨停板的，你就知道发生后面有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LINE上面好友，麻烦你要报牢哦。哦，节目上我不方便告诉你他的目标价，哦。但是这个法人圈传出来的消息，哦，你听到目标价，你可能会直接跌到地板下，真的。你听到目标价跌到地板下，不是因为他的目标价太低哦，是因为他目标价太高，你会吓一跳，真的。你听到他的目标价，你会吓一跳，你会说哦，今年啦，真的。哦，真正的好友就是什么？真正的好友就是让你的快乐多一点了，这叫真的好友嘛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好友是什么？真正好友就是让你快乐多一点，你把装了多一点的快乐，你烦恼就少一点啦、啊。2月24号就跟你讲的，对不对？2月24号完全没有涨，跟你讲的这么清楚，你不买都对不起自己。今天利基涨停板锁死，有没有本事？哦，你看还没起涨之前就知道，对不对？6435下半段我再跟你分析。那么6435今天第5只涨停板，这一天跟你讲，赖好友上面跟你做分享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涨停板？涨停板？涨停板？涨停板要涨停板。那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爱大中华，接下来我要当首富。好，我要当首富，今天差一点涨停板，收在最高点。来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啊，我化成最实际的，好，化成最实际的，啊。化成最实际的给大家，好，5星级的服务，5星级的抢购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电话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你打电话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，只要你打电话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，我平常绝对不限名额，而这也不是什么饥饿行销，而是真的，你打电话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无缘无故，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无缘无故，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
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。所以休假时，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今天指数小涨8点，好，小涨一点点。可是你可以发现，哎，好像很多股票，哦，它真的都抓不住了，真的很多股票在往上走。所以很简单，你现在做股票，哦，你只要打定决心。什么叫决心？哎，如果我跟你讲，买股票没有一定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抓你那个胜率最高。什么叫胜率最高？我跟大家讲，胜率最高就是什么？你去买的股票，它如果是有人在造的小金鸡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他有大股东嘛？啊，大股东如果不卖股票的话，又有其他人去买股票的话，那当然股票就很容易飙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呐，对不对？有人造的小奇迹最幸福。这个字卡跟他讲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你买哪一只没有赚钱？你买威刚，今天是创新高。来了，你看你卖力，你买大人买小的，你拢赚钱真的啦。你买就可以了，欧美妹，你欧美干咩？好，奥巴马、欧美妹，你拢赚啦。你买医药嘛赚钱，你买新巨科嘛赚钱，你买精彩嘛赚钱，你买重企嘛赚钱，你买插动嘛赚，互动嘛有赚钱。啊，你这老师这上面鸡，插鸡啊，什么鸡啊？这个利基啊，这个你讲小奇迹啊，小奇迹就是指它，台积电旗下的小奇迹，创意精彩小奇迹利基啊。你知道股票怎么赚大钱吗？请问巴菲特怎么赚大钱？在别人都不肯定的时候，别人都还不确定苹果会涨的时候，去偷买苹果。那时候苹果110块，哦，巴菲特就买一堆，哦，买一堆苹果，你觉得苹果不会涨啊，对不对？就巴菲特买了110块的苹果，买一大堆哦，哦，是苹果第二大股东哦。结果呢，现在苹果涨到140块，巴菲特又血海了。可是问题，它没涨的时候，你敢不敢买？不敢，对。可是没涨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敢买？因为很简单嘛。大股东是台积电，具政党实力投资公司，侬搞你写卡遮清楚，这俩不会的对不个低，对不对？国外的竞争厂商同业涨70%，我搞你写遮多哦。我们不是只看筹码哦，我看营收、看基本面、看大股东啊，然后又看筹码，筹码在这里哦。利基，我送给大家的时候在这里，在赖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这里。今天呢，今天利基涨停板。对吧？真的啦，啊，真的啦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难道不是吗？6435，我怎么跟他讲？今天涨停板打开，你今天涨停板卖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？你今天涨停板卖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？3月9号，3月9号大中来，做股票不用追哦。3月9号大中，在LINE上面有没有跟大家分享？什么叫好友？好友就是要让你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轻轻松松等待5只涨停板。3月9号的大中，请问3月9号我怎么跟他讲？3月9号我跟节目上跟你讲的这一张图，它就是大中。如果在3月9号这一天，你跟我们一样重压买满，
今天是五只涨停板，真的吗？三月九号那一天真的有这一张图吗？为什么会跟你讲得这么清楚？因为我们在股票上涨前都已经把原因掌握清楚。来，6435大中今天第五只涨停板，当时三月九号的不喜啊，对不对？那刚美骑马涨上去之后，市场上面就会找这个，好，找电动车相关的。好，那电动车相关的，我们有一档股票，我认为它上涨的机会很大，好，所以我们会在 LINE 里面，好，这个你加好友，我们会跟你做分享。好，它有什么特性呢？它的特性就是跟美骑马一样，都是属于电动车概念股，但不一样的是，它现在市场上面，好，大家都还不知道它是电动车概念股，大部分的人不知道。好，电动车概念股，你说谁是电动车概念股？好，茂联，好，长源科，美骑马，好，就是那几档你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家它股本小，获利是美骑马的两倍，筹码相当的稳定，即将要发动，今天是逆势抗跌，好，它不只是电动车，还有10兆美元的商机，也就是相关的无人车。哦，无人车的重要的供，它已经打入重要的供应商里面了，真的，电动车里面。好，这一档股票我们会在 LINE 好友里面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在 LINE 的好友就是这个，好 ，LINE 你加好友，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 Happy 8899。什么叫好友？好友就是在上涨前我就先跟你讲，我不是涨停板之后才跟你讲的。是上涨前就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好友？好友就是有好的事情大家一起分享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啊，哦，你帮忙按赞，哦，你来按赞加好友，我们会帮你找股票，庄下的快乐多了，烦恼自然就会少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什么会快乐？请问什么叫快乐？请问什么叫做五星级的服务？什么叫做五星级的服务？五星级服务做干单就是安呢。三月九号大中起涨前，全市场没有人知道大中的时候，我先跟你讲，我跟你做分享，第一支涨停板，大中3月13号礼拜一跳空涨停板锁死，全市场打开电视，每一个人都跟你大中，我欢迎同业跟单抬轿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你要抬轿，我不能拒绝你啊，啊，你要抬轿就抬轿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就低档买。买完给你慢慢抬轿，今天第五十张礼拜。我们讲句客观坦白的话，当你看到所有利多出来的时候，哪一个人不知道利多，哪一个人不知道题材？可是问题是，在起涨前，谁把你当好朋友？谁在还没起涨前跟你讲得很清楚？我坦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来，我们手机就给来，手机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赖好友真的就是好友。你是好友，我来跟你分享，对不对？我们2月24号跟大家分享的小奇迹，一路垫高，今天强攻涨停板。3月10号跟大家分享的大中，今天第五只涨停板。好，我们分享股票很少，但是呢，档档强棒啊！好，帮自己按个赞，分享正面能量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正面能量？快乐多了，烦恼就少了，对不对？快乐多了，烦恼就少了，装把它全部装满，装满了都是快乐。装满的都是快乐，现在有还是有很多股票，你要问我，哎，对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？我昨天说你先不用追大中，你不用追没关系哦。然后老师啊，今天大中6534，哎，今天怎么拉到涨停板6435？今天怎么拉到涨停板又打下来？我说你不用追啊，你不用追。我昨天怎么跟他讲？我说继我爱大中华大中市涨停之后，小奇迹系列还有一只叫我要当首富即将起涨，对不对？昨天是不是跟江哥讲？昨天嘛，今天呢？啊，哎，不涨停喽，哦，不涨停，你卖掉就没有了，卖掉真的就没有了，哦，不会涨停，哦，不会涨停，啊，哦，不涨停，对不对？技术面给你看，筹码面跟你分享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见报的相关利多跟你讲很清楚，昨天跟大家讲的。是不是？其实做股票并不难啊，这昨天3月22号，我昨天是不是一开场就跟你讲这一支 AMOLED 6XXX，是不是中股多人数结合特殊法增加？是吧？买进，这是涨7%。哎，
如果没有把握，谁敢下大注，把散户的筹码全吃？今天涨7%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，哦，说实在还蛮开心的哦，因为我不认为利基这么快就会涨停板，但它一旦涨停，你要赶快报了哦。哦，这个目标价里面我会跟你说哦。好，这目标价节目上不能讲，可是这目标价非常的远，哦，听好了哦，非常的远，不是非常低，是非常的远了。来，今天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五星级的服务，五星级的抢购。哦，我不能跟你保证明天股票全部都涨停板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今天打电话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再讲一次哦，只有今天，这个东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住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，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云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云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云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云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，可能变成高度近视。近视越早，度数增加越快，高度近视机会也变大。高度近视易产生相关并发症，严重可能导致失明。提醒您，二步三要护眼。